哇，咁样好似唔系好掂，都系翻转头再嚟过好啲。Anilao 就梗系唔止咁少嘢啦。如果排名不分先后，第一样要讲嘅始终都系海牛。海牛喺菲律宾真系周围都系，各式各样，乜嘢颜色都有。虽然我今次见到嗰啲海牛又唔系真系好特别，不过既然佢哋企地定任我影，咁影下佢个腮啊，影下佢啲竹须啊，都几得意噶。咁啱仲俾我见到佢生日蛋，话你睇下生几多，生一次就可以成海都系。虾真系好得意，而且各有性格。我觉得菲律宾分分钟有100几亿只细只 shrimp， 净系 Anilao 都可能有10亿8亿只。咦、烧肉晒！哇，哥仔，咪搞到周围都黐粒粒至得嘅。我系上一集嘅主角 Mantis Shrimp， 今集唔使拍咁多啦，系嘛？你咁都睇到我，有冇搞错啊？我就系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知唔知？如果你哋都见到啲咁大只嘅羽毛星，下次不妨留意一下，因为里面可能住咗好多隐藏得好好嘅高手。喺浅水做紧 safety stop 嘅时候，遇到呢对海龙。本来海龙冇乜特别，不过呢对海龙完全唔怕人，慢慢俾我影，都好耐未试过影得咁开心。鱼咧就周围都系噶啦，不过呢度啲鱼咧就好似头先嗰对海龙咁，可能见得人多，一啲都唔怕人。你唔好睇斯坦曼平时斯斯文文，近啲睇下，原来嗰棚都几犀利。可能因为季节关系，今次都见到几多鱼 B B 嘅。呢三条 bad fish 嘅 B B， 本来喺海底悠哉悠哉搵紧食，点知忽然间发现自己原来游咗入铜锣湾，真系吓都吓死。诶，我唔系影紧嗰两条 Garden Eel， 系 Garden Eel 后边闪过嗰两条鱼仔。经过民意调查，呢两条应该系老虎鱼嘅 B B。原来佢哋细个嘅时候都相当活跃，估都估唔到佢哋大咗就最中意匿埋海底守株待兔。喂喂喂，唔好搞我啲仔，哎，唔好黐住我啲仔，一阵间黐死咗佢。其实睇真啲，呢啲小丑蛋都几似我哋细个睇电视嘅时候见到嗰啲康蛋白，可能胶囊药卷嘅 idea 都系咁样嚟。今次系我第一次同咁多人一齐出去外潜，我可以用四个字嚟形容，就系多而不乱。你睇下我哋7062咁悠哉悠哉咁潜水，佢就话你真系唔好提。再嚟嘅就系小炳，小炳话你向东北，我向东南，15分钟就喺嗰度汇合，见到就见，见唔到自己搞掂。
呢啲手势你哋系唔会明嘅。呢位就系我哋新晋嘅 video 大师 Ricky， 你睇佢拍得几投入，哇哇哇，真系冇嘢讲啦。另一个就系 Janet 系一样咁投入噶噃。Hello 阿 Pan， 哇！突然想起《獅子女巫摩爾柱》，哇哇！神秘人又出現啊！唔怪得咁風騷啦，原來用咗新 PC， 小心剃頭啊 ，J C！ 哈！所有人都喺曬嗰邊啊！呢次仲有人嚟騷擾我，不過我覺得危險正在逼近。你係邊個？哈哈，你被人出賣了啦！去潛水成日都聽到啲人話，如果要揾到想揾到嘅嘢 ，if you are lucky 咧。不過如果你遇上一啲完全意想唔到嘅嘢咧，就 if you are very lucky 啦。嗱，呢個情況咧，我都未遇過。不如我哋去啲乾啲嘅地方嚟再影过。各位小朋友咧，记住翻屋企千祈唔好学。菲律宾有咁多火山，见到温泉就一啲都唔奇。不过喺海底见到咧，我都系第一次，真系打咗你出醒。呢啲潜点咧就最啱嗰啲。三十几四十度水都仲话要着5mm嗰啲大花啦。咦，又系你？呢只虾究竟有咩咁特别？好，等我用紫外光嚟照下你先。冇错，系紫外光。呢条桥咧都系抄人哋嘅啫。之前睇 BBC 一啲特辑话，有一啲动物同埋珊瑚。在紫外光照射之下，会有些特别的颜色走出来，那就试一下咯，都挺有趣的。我冇留到，冇留到，好嘢梗系摆喺最后啦，自己听各位。我仲去咗两蚊，你同阿七爷公仔公得少啊？你唔同阿七爷啊？今日巴士要大车，要爆翻两只粗口啊！七爷先耶噶嘛？呢啲系真真辣薯片得意啊！等我摆翻你度先，得啦。十个啦，上次呢度。喂，我冇话边个噶。